Hello， 各位亲爱的观众来宾，大家好，我是郭不畏。旁边这一位，我小拉。哎，别拉倒，拉倒拉倒啊！咱们著名石景区 UP 主拉克斯啊，我们要拍一个什么视频呢？早在两年前，我拍过一个猜 B 站前十播放的视频，然后呢，我们有幸要到了2022年截止啊，我们拍摄视频这一天，也就是12月20日，一整年 B 站前十的视频数据。咱们拉倒呢对数据啊也颇有研究，所以我就寻思啊，拉着他一起，我们两个一起看一看，猜一猜排名，应该挺有意思的。所以想先问一下拉倒，你觉得这个榜单上面会出现哪个视频，哪些视频？今年比较有印象的好像就是那个精神内耗，那个几千万播放，对，我觉得那个应该能上前十吧。如果那个都没上，我可能对 B 站得重新认识一下。那在我们正式开始之前啊，给你一个小板板，所以我们一会儿要把我们以为的排名给贴上去。对，我们双方会进行一些友好的讨论，然后每看一个视频，你可以把这个视频，你觉得它排第几，你可以贴在这个上面。我们正式开始，好吧？我左手小拇指关节有一个大问题，因为一直以来不见这位大人在打字。这个咱们用看完吗？这不用，这我这个应该不用看完吧？是是，这一开场就是重量级啊！一开场就是咱们的何同学。老朋友了，我记得我当时看的时候已经过1000万了。如果说挤进 B 站前十的视频，应该得有2000万的播放量。我记得我前段时间看应该是到2000万。你是发了之后看的还是？没有，我好像前段时间又看了，时不时就会看一眼，时不时就会看一眼。为啥？你看一眼它的这个后续播放量的情况。 OK， 参考一下。我记得好像是过了吧，过了2000万。希望别打脸，我先给他放第五吧，我觉得我也想放第五哦。英雄所见略同啊，这样还有调整空间，我觉得。那其他人会是什么呢？其他人我不知道了，我们继续吧。这是弩箭所伤，先生有法、鬼畜，我研发基因改造疗法，可是这你看过吗？这个我没看过，但是我知道这个 UP 主，用绳索系头领，前段时间很火，叫什么三国还是什么绝技的一个鬼畜。哦，他这个好像是现在融入了不少特效的那种玩法，是吗？嗯，你看一下。哦，什么改造人？东汉改造人还是叫什么？好像是叫这个。神术，听神。这个。我大概懂了，这种视频就是梗加上特效嘛。对，他这个视频最开始我还不是我刷到的，是我家里人刷到推荐给我。你家里人、所以这个东西很出圈，但是我其实是一开始不知道。父母那辈吗？我比我大十几岁的一个姐姐。OK， 而且鬼畜这种东西，它可能后期长尾很严重，就是它会有重新观看。我上分享，对，我上次看还是2-3个月前呢，是吧？那你有印象它的播放量吗？当时好像是几千万，我当时看。OK， 但是现在不知道啊。我说几千万，我可能是记错了，你别当真啊。你凭借你的判断？没有，我凭借我的判断，鬼畜在传播力度上面还是会更广一些的。因为你想，你的这个视频都是别人给你看的，不要被我的言语所影响到、你先贴吧。这个可能是2022年的前三。哇哦，那你贴吧。我贴个第三吧，好吧。然后播放量我估一下，估计是4000万。对，上次我们做的时候，前十，整个 B 站的前十也就几千万，所以我这个都不高了，我估计就是2-3千万吧。但现在月活也高了呀，所以是月活3亿呢。我先放第四吧，我估计应该是2500到3000万这个量级吧。OK， 我真没看，最近真没看。完了，第二个我就不知道了，我已经不是 B 站的深度用户了，我是抖。哦，米哈游。哦，哎，你玩吗？这个是原神的那个戏曲的那个，当时。我朋友圈全是这个视频啊。哦，因为我不玩原神，但这人好像是叫云锦，还是叫什么？云锦啊，那我还没说。这个叫云锦，而且很多 UP 主当时舞蹈区的，还有翻唱区的，都有做这个视频的，就是翻版的视频。但说实话，我从来没有主动搜过原神的东西。原神啊，我跟你说，原神的
官方的账号可是一路粉丝升高，而且每发一个片子那个播放量都非常的吓人。但这个视频我真的没有点，就超出了你的这个理解了、对吧？主要是哎，加入吧，拉倒，你的手机里面不可能没有原神的吧？我手机里没有手游啊。哦，还有那个申鹤是吧？那两个角色好像是一起出的。你也挺了解的呀。不是，我会在知乎上刷到，就他们会评论如何评价原神的例会。然后在这种时候我就看到这两个角色啊，然后你就记住了啊，我就知道这俩人长啥样。真没玩过？真没玩过。哎，真的是，其实我之前玩但是玩的少啊，但是你看完这个视频你不打算试一下吗？我其实在原神刚开服的时候玩过啊，但是后来呢，就可能我这个人就不太适合玩游戏。你就是玩不进去。对，我就认准英雄联盟这游戏，我可能就这辈子就玩它了。 OK， 这种感觉。行，那你觉得这个排多少？我怎么感觉这一个比一个得往上排、我觉得呀，虽然当时的传播力度确实很广啊，但是它后续也有新的东西的更新啊，就是可能偶尔有十个人，可能有两个吧会回去再看一下，所以它的重复的播放量没有那么高、哇，你直接放到第三了。那我有位置呀。我打算放第四。我其实打算放在第四的。我觉得这条片子的播放量应该也是2000万。我觉得我现在觉得啊，就是前五应该是2000到3000，然后6到10应该是1000到2000。我觉得是2000、2500、3000，我大概是觉得这么一个感觉。OK， 行，那咱们下一个先。好，下一位同学，王中天同学，老师好，我是王中天，你共享一下那个屏幕吧。好的，老师。这我没看过。我也没看过。老师们好，我本次毕业设计答辩的题目是基于人手的后半乐的台长，这是2021年纽约建筑台湾。这个 UP 主我也不知道，我也不认识。哇，90%，应该是今年网课比较火的那个时候，他应该是上半年。对，用网课。建筑屏幕共享有屁用啊！然后属于那种搞笑视频，挺有意思的。我觉得你这个感觉不像是感觉很有意思。我感觉这种视频它很难线下看，你线下两个人看的时候就有点拍不起来，而且没弹幕。手指放之前，你们先给小人换个颜色吗？你个蠢蛋，你个蠢蛋。它适合那种一边吃着饭一边一个人差不多看的时候和弹幕一起嗨，就是有一种两个人你一起看雀巢的视频，然后你发现雀巢突然开了个黄色玩笑，你也不知道该笑不该笑。是有点，对吧？有点这种感觉啊。这个我只能纯猜，这个真的没看过。老师给你打个9。大概感觉你会看到后面的这三个视频，其实都是依托于某一个时代背景或者一个 IP。对，三国、原神，然后网课、疫情。说白了，你就是在看谁的权重在互联网上可能更火一点。应该是上半年的视频，还穿着短袖，然后流行那个梗的时候也是那个时间。而且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网课相关的梗好像在其他平台也火过。那你觉得呢？到底是网课更火呢，还是原神更火呢？我靠，我直接大胆放，直接大胆放。我觉得他这个应该是一个1000万左右的播放量。我也觉得1000万左右，所以你是把它放到了一个第八的位置。我觉得可能我放在第9吧。好吧，大概我估摸1200万左右，说明 B 站还是大呀，千万级的视频，你已经有两个没看过，四个有俩没看过。对，这是我的二舅，曾经的天才少年，这个想必也不用看完了，这不用看，这个可能是今年 B 站最出圈的视频之一。对，但这很尴尬，二舅我记得，二舅第一，我想都没有想，肯定是田野第一，真假的？他播放量多少啊？你想当时一星期不到2000万已经很高了，一星期不到2000万哦，而且这个视频是今年上半年很早的一个视频了，现在都12月了。但万一一会儿有一个更恐怖的呢？我先把它放第二吧，好吧，我保守一点，行，留条后路。但确实地位很高，我只能说。那咱们下一个，那同学，哎，相信昨天的都是熟人啊，罗老师啊，唐山的那个事件啊，那这也是一个大事儿啊，对，可能都不是一个温血动物啊，应该具备的。这个也是一个社会性的话题，而且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，还 B 站一哥的视频，是江志云啊，确实，很多人，这咋办呢？这事儿加上罗翔老师这个热度，这个流量会有多高？
这个事情反正我记得每天好像都有新的进展，嗯，而且全民的关注性非常高，这个事情，所以我觉得我的前三已经有了，这个就直接第二了。这个视频我觉得肯定是很高的播放量，估计是两三千万左右。那我能不能先把它并排放一下啊？我之后再决定一下。我觉得它应该不会那么高吧？那你现在还是没有一个第一？对，我觉得我可能最后才能判断出第一。OK，可以。我先放这儿。我感觉 B 站其实还是很 B 站的嘛。我看下来，到目前为止没看到什么特别不 B 站的东西。你这个话说的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也不懂，咱们接着看。悟空，你看前面是什么去处？这视频我没看过。我也没看过。但是这个 BGM 很熟，我突然想不起来这个 BGM 是干嘛的了。这才一分多钟。这个 BGM 是之前。你不熟吗？这个 BGM 我不熟。你也不熟是吧？我不熟。我很好奇有没有人到现在全都看过。我估计应该是有的，应该是有，但是，哦，这听到这儿我听过了。这个视频，这个 BGM 当时是一个做的什么类型的视频特别火来着？什么类型？换装吗？还是什么？那就从触屏那边过来的。这个混剪吧，有点魔性短片的那种感觉。对，但这个 BGM 确实很熟，我觉得它之所以那么火，估计跟当时这个 BGM。很火热也是有关系的，但我实在是想不起来这个 BGM 为什么火了。这视频标题会是啥？哦，对哦，孙悟空，还是什么孙爷爷这种？想象不到，我看一下，中国人不能蹦洋迪，这个标题我好像看到过，但是我没点进去。标题不对劲啊。我有点 get 不到这个视频，说实话。嗯，我觉得这个不是适合线下俩人一起看的视频。嗯，但是我觉得这种视频播放量一般会很高，是吧？估计得有个1500左右吧。鬼畜区真的是播放量特别高的。我觉得我放到第八个吧，第八，因为我也不太了解。我对 B 站又不了解了，对，失去了信心。我靠，之前做那么多什么统计视频，感觉完全不懂啊。我们再继续看看吧。我真服你了，这什么？就是你要的竖屏了。我没要。非常开，你看这车，你看我，你他妈当时啥事没有啊？这视频我看了，你看到过是吧？但不确定是不是原版。他不会就一直这么笑吧？我都快听缺氧了。我没看完，我没看到这儿。这个是现场笑还是后配啊？他这个声音因为太过磁实了，你知道吧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但是又有环境音，应该是现场笑的。所以你现在存疑的点是感觉这个笑声有配音的部分。我不敢瞎说啊。但是你可以看出来，竖屏视频它确实它的传播度主要体现在搞笑。对，但是跟横屏的这些比起来，哦，它的标题就是中500万都没有他笑的开心，嗯，这真的不太好判断啊。这视频确实我能刷到，说明它确实很火，挺火的。但是这个视频我确实没看过，先放这儿吧，要不？我觉得没有那么好玩这个视频，我要把第一倒数第一名要献祭出来了。OK， 就是这个视频。别闹，这个是第一个啊！但这可是竖屏短视频，竖屏加成有 buff 的。竖屏，我给你仔细的分析一下啊。这个视频穿短袖穿短裤，那时候 B 站还没开始推竖屏啊。反正我先放第七吧，我观察一下。OK， 还有两个，你还空一个六七，好。第八个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我听到这个 BGM 就，这种应该是叫那个类似于什么，要是没监控我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，就类似于这种标题的那种。你看的也挺多，但这期我没刷到过，这视频多产啊。它是个合集哦。而且是短视频合集，二手搞笑视频。对对对。
搞笑视频的搬运工啊、哦。但这种视频其实热度很高，据我的了解，小孩很喜欢看。小孩很喜欢看了之后跟他朋友分享。早期互联网很多这种视频的 ，YouTube 早些年也很多这种合集视频的。它中间会不会有一个美女？因为有很多这种视频是用美女当封面的。哦，有可能的。而且早期的优酷在自媒体时代很发达的时候，也有很多这种视频播放量很高。而且那个时候我读初中，我初中就特别爱看这种视频。哦。哦，重新找到了就业方向。这都是什么年代的素材啊？看起来有早的有晚的，但这种视频其实非常吃标题的，就它如果标题起的牛逼，封面牛，它流量能巨大，是吧？满级人类、你今天你进化了，小伙喊口号为自己代言，一脚踹同伴入水。我靠，这个标题我完全 get 不到。好长。但是有几个要素跟大家分析一下，满级人类，有一段时间很火，其实是。然后今天你进化了，这个我分析不出来啥啊，一个核心的小伙，小伙，我都不说什么了，说的小伙这两个字，大家应该懂的都懂。确实，就很多的视频里面都带小伙这两个字，什么帅小伙，确实，很多帅小伙，确实，对吧？直接往下放，你直接往下放是吧？这个视频啊。仅次于何同学，我感觉他强点那你那就跟元神 PK 了，帅小伙。不是，我觉得这个帅小伙放第六吧，放第六吧，因为我真的没办法保证这个东西到底多少播放量。我靠，太恐怖了，太恐怖了！他刷出来一个这个视频，你也不知道怎么办了，是吧？那下一个吧，最后一个吧。最后一个了，五分钟，不上来整个横排。不好意思，哎，这个不能放吧？这没版权，怎么能放吗？这歌还没响起来，这响起来就不能，响起来就不能放了。到这儿吧，到这儿吧。还没开始弹呢，让他弹一下吧。那你让他弹一下。好，那这也是重量级啊！这个正好我昨天，我只能说他发这个 MV 发晚了。发早点肯定是前面了，对吧？ Okay， 那怎么办？我只剩一个十万。这个视频当初发出来，其实热度也没有二舅那么高，因为它是全网都有看得到，它不一定要在 B 站看这个视频。对吧？微博也有，是这道。它什么平台都有，只是说杰伦哥哥火，但在 B 站不一定比二舅高，是吧？对。你二舅都放第一了。我二舅都放第一了，杰伦哥哥第七吧。你这不调了，我不调了，我就这样了。杰伦哥哥第七吧，谁叫你那么晚发歌啊？那我得调一下，我得调一下。我靠，这咋调啊？我晕了，我感觉我已经输了，怎么办呢？这个没有输赢的，只是一个个人的判断的问题。那我不能丢人呀，我好歹也是那小伙下去一点吧。小伙下去了，稍微委屈一下小伙，我把这个蹦迪放下去吧。好吧，这个放在第六，最伟大的作品。Okay， 所以上面的都是超越最伟大的作品的作品。那你不是更低你的作品？五百万我放第七吧，我觉得竖屏还是有一定热度的。OK， 我觉得我得有一些自己的主观，是不是？我得有一些理解。你这个版本理解太强势了。原啊，相信原有，好吧？哇塞，这波。OK。行吧，那我们看一下正确的排名吧。第五个何同学真不争气，我们看一下。坏了，这个五啊。你把它放第十，看不起竖屏。这播放量多少？2478万。那咋办？那咱们全盘皆输呀。至少能蒙蒙，不是至少对几个吧？不是。OK， 那继续吧。小伙，哇，哎，可以啊，拉倒。哇，小伙中一个，还好这个是第十啊。他再往上再爬个两位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真的。这个1500万差不多吧？这个1200还是1200？我觉得这个视频的播放量是2218万。两千二百万，这么接近吗？这上面的几个 ？What？ 就是前十，2000万就可以进前十了。像我们一年都连2000万的播放都没做出来。我最高是700万，我做7年视频不如小伙。那我就从下往上慢慢揭晓了啊。好，第九名呢？
哦，东汉变种人，鬼畜落寞了呀。我们对鬼畜还是抱着传统的观念。东汉变种人估计2300万，2263万，也就可以看到出 B 站的这个饱和度啊，用户量的饱和度大概是什么样子了。门槛太高了，2000万。来，下一个。何同学在第八，不会到时候你一个都没猜中吧？啊，我还蒙中一小伙，至少。应该不会吧？看第七个，好吧。哦，罗翔。哦，你的罗翔在第二。对，因为我觉得这个社会的讨论度非常的高。那他这个应该是2400多，罗翔老师。罗翔老师是2400多，2389，接近，接近其实。第六个，看一下。中国人不蹦洋迪，我的洋迪呢？在第八个，八个，完蛋了，差一点。我只能把希望放在圆身上了。OK， 你还有二舅呢，没事。对，那那个网课那么高啊？哦，对哦，网课很高哎，那就是输给了网课，都输给了网课。来吧，看一下第四个。哦，就是这个吧。第四个是网课，完了。完了，完了，那就剩最后仨了。最后仨了，原神、二舅，还有最伟大的作品。最伟大的作品还是得最伟大的作品啊！第三个啊，原神。哎呀，我猜是第四个。哎呀，我刚才把它挪走了，然后不挪就对了。对，我一个没猜对呀、啊。原神这个有多少啊？3824。2800万的播放量、啊，那其实到了第三名就有一些小断层了。是、啊，其实离第四名是第二名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最伟大的作品还是得最伟大的作品啊！最伟大的作品，4000万，4078，这一下断层拉得很大。拉，我说明咱们都没有去回顾。就是我们看了 MV 之后就没有再看过 MV 了，对，因为我们都买了专辑。好，我们就不用再看了。好，哎，对不起啊。周导，周导，那可以啊，那你最后一个对了，最后一个是二舅，你猜中第一，我猜中第十，二舅是多少啊？有5000，6000，4648，差不多4000。哦，如果说最伟大的作品再发的早一点。就是最伟大的作品了，看来还是精神内耗的人多一点。其实你看这个榜算下来，自己做的一个爆款的话，咱们刨开原神这种公司啊，那其实二舅真的很屌啊。对，他这个视频是他自己的故事，然后自己做第一，嗯，全年第一，对，没有，而且没有任何的热点，确实。看着这个官方的，可以看看有什么想法。我觉得还是很 B 站的，其实，整个榜单下来，除了这个第十名确实有点怪了。看一下分区啊，这个应该是生活区吧？对，生活、音乐、游戏，这应该是生活、鬼畜吧？然后这个是知识、科技，鬼畜、生活。所以其实就还是我们认知中的这几个大区：生活、游戏、科技、知识、鬼畜。游戏只有原神了吗？我个人的感觉是，就是其实情况比我想象中的还好一些。你来之前你想象当中是什么情况？我原本以为应该是横竖各半壁江山了啊、哦，因为我经常看到很多竖视频。明年吧，因为今年下半年才开始做的这个项目，竖屏、就是未来可期。哎呦我天哪！你从结果上来看，确实 B 站还是那个做长视频，然后中长视频，然后做内容的一个平台。而且第一名是这样的一个作品的话，那就意味着，其实原创内容你自己做的内容，其实依然是有很强的生命力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我们这期视频也就先到这里了。非常感谢拉导能来我们这里做客，然后和我们一起看一看，分享一下自己的看法啊。如果明年还有机会。他们愿意给我这个榜单、我觉得我们可以再来回顾，到时候回顾一下2023年的。我觉得明年做之前，我要先做做功课。OK， 我觉得明年要把它做的有竞技性一些。OK， 那明年我们再邀请上潘天红老师，可以？好吧，我们三个人看一下，可以都有什么样的想法，好不好？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